三平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学龄。今天我们继续讲余叔中包围结构字的结字的特点与方法。上节课我们把余永兴书论的相关部分复习了一下，笔随论辨应中心为君，妙用无穷，故为君也。手为辅，成命皆古公之用，故也。力为任时，纤毫不挠，尺寸有余，故也。管为将帅，处运用之道，知生杀之权，虚心纳物，守节仓逢，故也。豪为士卒，虽管任时，既不凝滞，故也。智为城池，大不虚，小不孤，故也。盈本意应该，书文中盈当也，汉语是意为响应、对应等等，所以应字的本身就包含了居其位和发其声两种意思。节字的经营就是书法当中的居其位安其枝，节字的错落即书法中的八音刻斜、五项多轮，这其中呢，安排的越为丰富，字的内涵也就越发的厚重，所以才会有君臣成阔、万千士卒这样的比喻和构建。我们上述一下来看啊，蔡中郎在笔论中说道，微俗之体须入其形，形体是第一位的。若坐若行，若飞若动，若往若来，若卧若起，若利剑长戈，若水火云雾等等。他用了许多的自然事物来做比喻，最后指出中横有可向者，方得谓之书意。这里重点是有向，以形开始，以向总结，来源于自然，有提炼重现自然。魏夫人在《笔阵图》中总结时说，然心存委屈，每为一字，何向其形，是造庙矣。说的是有了形式才有神庙。王友军在替魏夫人笔阵图后和笔试论十二章创临章第一中，均有夫直者阵也，笔者刀槊也，墨者木家也，水淹者城池也，心意者将军也，结构者谋略也等等。这些话不仅明白，更是呢看着眼熟。专心于临摹和创作，像苏伟城池那样爱护笔墨，才能够在
比例字形的基础之中写出汉字的意蕴。这三家书论的共同点涵盖都很广泛，不是以笔画为中心觅思苦想，而是以方圆为重点经营布置。像当年钟太夫为蔡邕、蔡中郎所著书论吹胸顿足，一定要学习其中真意，也就不无道理了。在学习中，我们总是讲取法，关于取法，它并不是一日看尽长安花，独把唐诗三百首观花选菜就叫取法了。下面我们来看看余书当中和风字结构金饰的凤字，余永兴在他的一贯的解题中，凤字仍然坚持了那种队列次序的韵律。大家看这两个字在字形上越发瘦长的造型，其内部的组成元素也都是瘦长的。第一个凤字就是突一，明显的比第二个在形体和笔画上更加修长，并且向外翻条的弧度呢也不大。他把弧度最大的地方放在了凤之框形状的上半部分的肩膀那里，抬高了重心向上的位置，增强了拉长的效果，使得吸收者越发瘦，丰腴者越发肥，笔笔用到极致，处处表白自然，却又不令人感到突兀。又因为凤字内部横画较多，与凤字的内部结构是斜略斜提的特征不同，余永兴在处理凤字时外框的笔画也采取了更加平直的写法。对比来看，两个字最上端的横画上扬的角度完全不同，因此两个字整字的走向是仰望还是停定的角度也就不同了。我给这两张图画上线，大家再看，两张图中绿色的线就是整字形体的走向。我们说见其五种女子的眼神所在，大致如此。余永兴笔学论编应中所说，守成古宫，立为任史，纤毫不挠，尺寸有余，大致也是如此。字的笔画之间，笔画与小结构之间，小结构和整字的结构之间如何呼应，并且在呼应中如何达到协调统一，这就和舞蹈者的肢体眼神道具等等全为自己所用，和队列中的士卒、军马、战车乃至阵型、强援等都是为将军所用、所指挥、所安排一样，他们都是存在于中军帐之下的呐喊声音。凡字内的笔画需要分间不白，圆近宜均，上下得所，自然
平稳。从中可以看出，俞永兴非常讲究在一个字之中细节的合理化、合度化，讲究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协调一致。俞叔的笔画、形象、气息都完全统一在了同一个要求之内，以高度的一致性来传达作者胸中丘壑、海底波涛的冲击力量。所谓新君首辅，竭尽古宫之用，坐镇城池，运筹于千里之外。颜鲁公也是运用这一方法来制造出了书法的宽博感，他把笔画的走向和角度的一致做得更加突出，更加厚重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也就是更加接近篆隶的运笔的习惯。所以人们评论他的字有篆奏气息，看上去古意盎然。以上是风之框的宝威结构，我们再来看广之框的字，以妙字为例，两个妙字中广字头和月部相对应的角度，俞永兴的处理方法是要放就一起放，要收就一起收。绿色的线是竖直的，大致在中线的位置，这条线呢仅仅是一条垂直的参照线，不代表笔画。通过绿色参照线和两边的红色线所形成的夹角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庙子的笔画的开张程度完全不同，突兀更为开张。那么开张程度越大，是不是笔画就越飞扬呢？俞永兴的接字方法在这里就需要细心揣摩了。他在笔画开张的同时，将俞字垂直的笔画做相反的处理，即收缩横画。也就是说，在一个字中四轴笔画开张的，内里笔画就要横平竖直写；四轴笔画收敛的呢，内里笔画则要飞扬舞动写。为了看得清楚，我们呢把这两张图片做放大处理，截取出它中间部位，请看，我画出来的黄色线条，外部笔画左右开张的妙字，其内里的部分笔画更为平和一些，而左右夹角稍微收敛的妙字，你像图八，它内里的笔画呢，上扬的角度呢就很大，同时呢，内里这个桌的部分，它的上下两个横画之间也有个小的呼应，由着角度俯仰和向背的对比。右边月部的两个横画头里，这种层层呼应有协调一致的处理方法，使观者又一次地感受到了队列、方阵、整齐前行的气息。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没有划线的两个单字，第一眼看去是多么的平淡无奇，而实际上作者是处处用心，笔笔经营。为什么孔子庙堂碑在立世之初就已经摧塌无虚日，并且没过多久就塌坏了呢？和其中所蕴含的传统审美中
美的架构和实践是密切相关的。人们对于美的认识是自发的，虽然有时毫无意识，但不妨碍它处处存在。纤毫不挠，尺寸有余，说的就是笔画与笔画、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，以及笔画在心手将其调动之时，必须做到令出必行，以使不高，就好比是对敌的军政一般。下面我临写几个字，大家呢感受一下，我会特意突出字的内部有呼应的那些地方。实动归其四字是俞永兴在字势和结构上格局风貌的字体。实字的造型采用了塔形结构的架构法，它将左右两部分结合为下宽上窄的相互拥抱的姿态，显得呢十分牢固。动字则一改惯常采用的平行搭配结字法，尤其是右边立部的倾斜放字，不仅呼应了左边的纵字下方的两斜横，而且呢还是整个字动了起来。龟字的笔画比较单调，只有横竖两种笔画，造型不一。永兴宫采用部首一位且打破常规的倒三角结字法，
使得原本不易出彩的字变得多姿多彩，这是匠心独运。起字的右部旗字，出人意料地采用点画意味的接着方法，可以说真乃是巧思妙构，显示出他的超常的智慧。写字是要讲究呼应关系的，要做到有呼有应，有向背和政策的，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单纯地只看到这些，要能够在虚心纳物的引领之下去放眼全面，做到灵活运用，懂得应机和避让，抓住战机，保障胜利。学俞永兴，光注意他书风的谦和与清瘦是远远不够的，他那一刚一柔的处事的风格，以及个体统一与整体的理念，都在他的书作当中体现无疑，并且不温不燥，正好像是水流的滋润那样，无声无息。好，这节课就到这里，下节课我们接着讲俞书的接着方法，谢谢大家。